平起十五三拜，好，礼佛一拜，问讯，请就坐。发广清老和尚开示录跟清规啊，坐下来。诸位啊，佛法有一句话：戒在正法在，戒亡正法亡。啊，戒在佛法在，戒亡佛法就亡。意思就是说，啊，无论是出家在家，一定要非常恭敬佛陀所制定的戒律。戒在佛法就在，戒亡佛法就亡。啊，大家出家在家都不持戒，那么就没有所谓的正法佛法通通灭亡。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啊清规适合出家在家，因为在座诸位，比丘戒你们不能看，比丘尼戒你们也不能看，所以只能选择清规来当作戒律。那么师父为什么要选择这本广清老和尚开示录啊？最重要的就是三藏十二部经典，它太多，它太深，对在家居士也太难。你如何来选择一本今生今世很实用的、很受用的、很实修的，也能够符合在家或者是出家都受用的？那么我选来选去，还是这本广清老和尚开示录，它最实修、最受用，而且大家都听得懂。因此我们这两点到两点四十分左右，我们称为诵戒的时间，诵戒的时间啊，好，把清规啊请上来。高雄文殊讲堂清规念啊，接下来一起念：一真观照，保持渺渺安详，一日明心见性，灵光普映人天；二勤念佛，念念要生彼国，念道不念而念，弥陀不从他得；三千里佛，消尽平生罪业，欲了施主供养，便是这个法则。四常念经，虔诚报答四恩，信口念出四句，自成大藏全文。五敬师长，随力随时供养，百孝不如一顺，不可回头倔强。六偕老成，第一不可夸能，猖狂硬气出书，神人一见声称。七教子弟，不可随他游戏，谆谆教诲成人，好做人中大器。八除懒惰，凡事向前去做，你若必然偷安，人神哪得维护。九邪定力，只把私心尽绝，事时往生极乐，自然万缘俱息。十尽善人，死心踏地清净，学些好样再度，自然脱俗离尘。十一离恶有，一恶斑斑出丑，王法不怕恶人，恶人披枷带丑。十二轻财物，不可千方百计，一口气若不来，一文拿他不去。十三肝淡薄，自古圣贤皆然，莫嫌粗茶淡饭，有道高深如是。十四持戒恨，
戒是佛祖政令，受戒不守毗尼，徒劳上身失命。十五，要听教，不宜开口乱道，无念无住无相，佛祖开言含笑。十六，断烦恼，一了千百俱了，终遭烦烦恼恼，此生哪得悟道。十七，明因果，粒粒迷皆辛苦，吃了若不修行，做牛做马还补。十八，和大众慎勿互相争斗，巨头说是说非，空把光阴来送。十九，吃些亏，又要带三分呆，心是含灰枯木，是非从何处来。二十，常知足，莫管衣衫淡薄，休想他人财物，不顾自己福薄。二十一，习物之，一针一草物器，随心之意轻损，福祥以你算计。二十二，趁少年，诸般要去向前，当此臂力强健，莫待老来悲惨。二十三，起得早，迟其修行不了，明朝又有明朝，明朝寿命难保。二十四，口紧墨，不可多嘴绕舌，若然惹事招非，地狱扫你不得。二十五，立主义，务实顿明心地，妄为颠倒攀岩，阿鼻谁人可替。二十六，忍人入，忍入天下和睦，此章佛祖真传，忍入少罪多福。二十七，远俗世，俗家人视如麻，渡劫尘缘烦恼，自然别有生涯。二十八，断妄心，妄心好事难成，若依妄心行事，必有祸患临身。二十九，达道理，切莫非人是己，谦和敏让三分，相见人人欢喜。三十，信佛法，三藏一口吞切，方知渊源流长，可接佛祖一脉。文殊讲堂四大根本戒规：一，不说是非；二，不听是非；三，不传是非；四，不答妄语。菩萨邪处，一则礼敬诸佛，二则称赞如来，三则广修供养，四则忏悔业障，五则随喜功德，六则请转法轮，七则请佛住世，八则常随佛学，九则恒顺众生，十则普皆回向。住如来家修六合敬，一则见和同结，二则戒和同修，三则身和同住，四则口和无争，五则意和同悦，六则力和同均。好，那么这一章啊，先左右边传回去啊，免得啊这样到处丢。翻开《广清老和尚开示录》第206页，这个只有师父在诵，你们要注意听。206页，我们每一天呢、预计诵16页到18页，分三天诵完。出家要在大丛林人多的地方，不要三五个人，要人多，男众可分开。
人多才有坏的可参，那些坏的人才是我们的指路者，我们不要像他这样子，这样才会自己进步。祖师大多出自厨房种菜啊，吃种种的苦等等，最没人注意的地方，最没有重用的地方去修行。现在成天是来的人什么都有，但闹中取静才是真修行人。有的人呢，还跑去大马路旁边，甚至车子压过去他也没感觉啊。我们不要像他这样子啊，这个车子压过去了真的是没感觉啊，也很快就送进殡仪馆了。广钦老和尚意思就是叫你看破这个色身了 啊，真的压下去的话就拜拜了。所以这一条参考就好，意思就是照见五蕴皆空，不要在意这个色身了，要注意自己的心，要的是内心里面去生欢喜，不要外面环境好而欢喜，要照顾自己的这一颗心，不要注意外面的境界，要修到我没有怎么样怎么样，才能达到无我的精神。不要动不动就讲我怎么样我怎么样，修苦恨是要锻炼自己是否能舍身，这个身是假的，一定会烂会坏啊。如果到了年岁大了啊，老了，我们要再怎么补也补不回来，补不好，就是要面对死亡。拿你这种讲话不能面对面，拿东西不能直接接手，师父是有定力的，否则即使啊相距百步啊也嫌太近。你们现在的正念呢，都还不够十分之一，还很危险，要多注意。念佛即是活的禅，有的虽说闭关，可是还想的很多，心里不清净。我们静坐累了，就起来跑跑香，念念佛，心里静即是禅。我们要维持正念，我们里面还有很多坏的不好的。我现在说话啊，有没有正念？出家人不要沾染爱别离的苦，那就与在家人一样了，意思要回光返照。修苦恨是培养这个愿，看有没有这个愿力，业障少的人愿力就会出来。诸佛菩萨成道就是依这个誓愿，你能少修五百世，会修的就此生也可以解脱。不要顾身体，吃饱就好，穿暖即可啊，要少欲知足，不想睡就不要硬睡。相反的，贪念来了啊，他就会着迷啊，会散乱啊，也没有道心。有的人在说别人是非，他自己也不知道啊。所以我们这里啊，制定干脆禁语，不是他故意这样说，而是无始以来所带来的业力跟习气啊，使他这样说。也就是说话变成一种习惯的人会被业力牵着走啊，你说话要讲佛法，不要讲是非无聊的话。做事情就像在做游戏在玩一样，若无其事，这样就不感觉很苦。但是心要能做得了主，不要被外境啊所转。在天上的人啊，看我们啊就像黑毒虫，我们呢像厕所里面的虫一样。阿弥陀佛发了48大愿，欲接我们去西方极乐世界，但是我们却一直贪恋这个娑婆世界，把苦啊认为是乐的，就如同啊
人类啊，看这个厕所里面的臭虫是一样的。人呢、啊，看那个厕所里面的臭虫啊，觉得他们很苦很脏。哎，天人看我们活在这个人间也一样，像掉进厕所里面的臭虫。所以啊，就如同厕所的虫，我们认为啊臭秽不堪，但是那个厕所里面的虫却贪恋臭秽的地方。你移开那个厕所里面啊肮脏的地方，那个虫啊还不会活呢。啊，如果把虫啊，把这个虫啊放在清水里面呢，虫会死亡。这个就是业力啊。人已经贪婪习惯了，叫他过清净的日子，他会很痛苦的。毗尼日用熟的话就念，如不会念阿弥陀佛也很好。诸位，这个毗尼日用是每一个出家啊前做沙弥受戒前，通通要背的要念的啊，就毗尼日用208页。现在在动的地方，先把禅门日诵里的内容都搞懂了，以后在静处就用得上。出家则有正念，社会人则无，行住坐卧去领悟体会佛道，才不会空过光阴。去体会佛道，坏的念头才不会跑出来。如果没有正念啊，口虽不说，心里却打着妄想。现在的年轻人出家还是很危险，非常容易被外境所转。而半路出家是指结过婚的人，在社会上吃过苦头的人，他们对这些外境就比较自在，不易被转。但是如果年轻出家人肯修行，智慧开就容易成就。而这些半路出家的，这还要比人家多修了200年，这比喻啊时间要还是很长。所以出家还是要趁年轻早的时候。修行人是境遇越坏越好，出家和在家不一样，出了家是越苦越好。修行道路上是有很多和世俗不一样的，不是针对跟不对。以前呢，有两个徒弟打坐，一个坐得很庄严，一个坐得东倒西歪。可是师父呢，拿起鞭子呢，打那个坐得庄严的徒弟。啊，要是现在的人马上起嗔恨心，生烦恼，但那个徒弟很惭愧的请示师父开导指导。啊，这个就是修行不是针对不对，而是要有这种功夫。做对了，人家说你不对，你也要接受。也简单讲，一个真修行人不要看外相来比较自己，看外相来比较自己啊，会掉进去痛苦的深渊。那么意思就是说啊，我们修行不论对跟不对，都要忍辱的意思。有相看得到，无相要我们有坚固心，是非装不会也不要去听啊，千万不要被是非渡去啊。诸位，是非被是非渡去，就会跟着走，就会掉进去山土，就会掉进去山土。诸位，教导你佛法谈佛法的是超越山土，超越六道轮回，一直讲是非的会掉进六道轮回里面啊。209页，有时间呢，看一点经书。看经书是要了解之道，依经书上的指示去修行，不是看了去讲说。有的人去念书，这和一般社会人是一样的，没有寄托，所以有很多是啊，越念就越糟糕。要把握时间，不要让时间空过。可以看看经典啊，拜拜佛啊，念念佛啊，静坐啊，诵经等等。师兄弟间要讲佛法，不要去谈论世间法，这种生生灭灭是非法不能了生死，否则啊，就越谈就越远离佛法了啊。这讲阿公啊，爷爷啊，奶奶啊，阿嬷啊，姥姥啊，哎，还不够，哎，阿公阿嬷讲不够嘞，接下去就这碗好吃那碗不好吃，只拿来凑一凑。不用多看书，只要多念佛，智慧一开，经藏自然在你心中。
不讲究吃和穿，只要粗衣淡饭呢、能御寒填饱肚子即可。修行千万不能执着，执着就会生烦恼。修道是要去贪嗔痴，达到身口意清净的。受了别人的攻击或者是批评，我们应当忍受啊，即使被人冤枉也得忍受，还要感到庆幸，感谢人家。所以 佛陀呀告诉我们忍辱多福啊。佛陀在这个经典里面讲，忍辱是十方诸佛最赞叹的道德修行。诸位哦，佛陀不赞叹啊精进，没有特别的赞叹精进，佛陀在经典里面特别赞叹那个忍辱的人，特别的赞叹，就是能忍心则安，忍忍这个人的福报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啊。所以一个人呢 挥乎行啊，碰碰音啊，人家讲一句哇，就要跟人家变得死气活来了啊，或诉诸于啊网站啊论战啊，这个是不够资格修行的啊。忍辱就是智慧，简单讲，有智慧的人就会懂得忍辱啊，懂得忍辱的人，这个人就是懂得有智慧的人。成天世是十方道场，外来的出家众若能守规矩啊，皆能住下来。这跟我们文殊讲堂一样啊，我不管你跟着谁哪一个师父出家啊，一入文殊讲堂一律平等，没有分内众跟外众的。210，修行要没有我相，不要说自己以前在家是什么身份，出了家就没有身份学历高低之分，大家都一样，佛教就不能下心修道了。我们要舍身，要为常住做一点事，如果太爱惜这个色身，就无法修福，反而就被臭皮囊骗走了。所以在我们这个八关斋戒这个道场佛山啊，在座诸位所有的工作人员啊，发心煮饭跟我们里面的拜佛念佛用功功德是平等的，没有他们来煮饭，没有办法成就我们的道业，我们的道业也这个因缘让他们有服务的因缘机会。所以内跟外执事人员其实功德是一律平等的。早上醒来要先摸摸头啊，为什么要出家？说为了了脱生死，不受轮回而出家，所以要提起道心。那么你们早上起来不必摸摸头，因为你们都有头发，要怎么样？要看看你们穿的这个居士服啊，穿的这个居士服。哎呀，早上醒来，哎呀，我们为什么穿这个居士服呢？哦，现在是佛山，咱来警惕自己。这种百千万劫出家三天了、太难能可贵了。哎呀，大家好，发起这个道心，尽守自己的职事。如果好吃懒做不尽职，福报用完了，业障一到，自然而然就待不住。这个我相信的，这个我相信的。所以我们呢，一定要多培福啊，多多的修福。女众啊，尽量避免和男众交谈。出家当弃舍，爱别离苦，不要攀缘。受了戒就是要去行，认真的修行啊。受了戒不是要去做什么大法师啊，出家并没有什么身份高低之分，这就叫做平等心。乐意接受别人的指导劝导，不可违抗不服分派系勾心斗角，这个是团体最糟糕的人啊，也是最不受师父欢迎的。来呀、三三两两啊搞小团体，师父不欢迎这种人来到我们这里参加佛山。但是我们这100多个到今天来看，那么是非常好的，完全没有这种迹象。不要太牺牲，生病的时候不要去理他，这是一种考验，理了他就被考倒。遇到病痛的时候更应体会出人生无常，难免生老病死苦啊，连佛菩萨也不会例外
啊，释迦牟尼佛啊，在阿含经啊就看得很清楚，他也视现种种的病苦。佛陀啊年岁大的时候啊，他的腰啊就非常的酸，带来这个背部很痛。他每次都告诉阿难说：“阿难，阿难啊，我呀背这个背部啊，因为世尊呢、啊、有那个背痛的病。”当然这个是指示现的色身呐、啊，跟一般人一样。当然佛有法身跟报身呐、啊，示现这个肉体就是。所以在阿含经啊，佛都要请这个阿难帮他捶一捶。所以只要是年岁大一点的老法师，他旁边都一定会有侍者啊，这个侍者。所以、啊、佛陀、啊、旁边呢就是阿难为侍者，随时就像我们现在讲的推拿。啊，就是把它放放经脉啊，所以这个连佛菩萨示现的都必难免有生老病死，更应加倍的努力修行啊。在家有苦，出家也有苦，但是在家所受的苦啊是没有目标的，盲目的为了那个婚姻啊，为了那个贷款啊，为了那个房地产儿女啊，大费周章的苦恼。而出家受的苦是要了生死，不受轮回。换句话说，在座诸位，今天你三天受的苦啊是非常值得的，甘之如饴，因为你们呢 得大功德，要了生死，往生净土。出家的饭是不容易吃的，如果要吃得稳，当好好的修行，否则将失去 这碗饭。凡事不是光说的去分别的，而是自己开智慧体悟出来的。我们修苦恨就是要消业障，所以对自己的言行应当多加注意，谨言慎行，一句恶口都不能说。不能说我偶尔讲一句恶口，那不行的啊，免得啊带业障来又带业障走。诸位要持戒啊，最简单的就是那个你的嘴巴要装一条那个 YKK 那个拉链啊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其实这个口业是很好修的，只要我的点点我就都不带起啊。啊，就是我不看众生的，就像六字经，我不看众生的缺点、啊、然后用一点 OK 棒 YKK 啊，你身三口四意三，诸位哦，如果把这十种啊，这个善业是100分，恶业也是-100分，那你想想看，我只要闭上嘴巴，我就得四种口业清净，是得40分。就是你在读大学的时候啊，那个教授送你40分。哎，所以我一直重复强调，要持戒一定要持100分。我现在问你们一个，第一个，太空人到月球去的叫做什么？阿姆斯壮。那第二个到月球去的是谁？哎，这个不重要，你看，大家都嘛会记得第一年呀，大家都只知道第一个而已啊，这个不重要。所以我们持戒要持第一个，知道吗？啊，100分啊，所以全世界没有人会注意第二个，所以你持戒持100分，那老师啊、佛祖啊就特别的赞叹你啊，这一句都不行，扣0.1就很可惜了啊，所以啊，我们持戒啊，3天100分。接下来，对佛法啊还不是很了解，就跑去受戒啊，就容易啊造成共高我慢。所以啊，要去出家前，还是要先懂得佛法，不要怕得罪人，自己只是要做得好，该说的还是要应当说啊，不要做人情，免得落了因果，失人不是因果。意思就是说，我宁可得罪人，也不要去啊违背了因果，是这个意思，叫做失人不是因果啊，得罪人
不一定有业力啊，啊，因为他对方做坏事情，我们要纠正他，是不是？可是呢，我们如果做错事啊，就麻烦了，就会啊失去因果，就得罪因果了。起烦恼的时候，不要和这个说那个说，哎，这个男众女众都有这种坏习惯。当我们起烦恼的时候，这只嘴巴就控制不住了。嘟嘟嘟嘟嘟嘟，像机关枪，嘟嘟嘟嘟嘟，来我讲一片给你听，来我讲，来，这对对，哎，早靠讲不够，就来房间讲讲，房间讲不够，佫就来变数，哦，佫就来变数讲，就来变数佫见不了，咱过来幕后那边，无人看的，过来见安尼，啊，就见鬼迷鬼的啦，这样子，不好不好啊，哎，所以啊，起烦恼的时候，不要和这个说那个啊，诸位。说来说去惹是非啊，最好多礼佛解烦恼。所以当你起烦恼的时候，赶快来大殿拜佛念佛啊，就当作没事啊。要听执事人的话，每一个人要体谅啊执事人的辛苦。在座诸位啊，如果我们这男众女众居士来打佛山，能够体会师父的用心良苦，来能够体会这八个法师要调的其前在这里，是一件很辛苦不容易的因缘，那么你就会啊了解张执事的人并不容易。那么像男学院长啊、女学院长，他们啊也是没有任何的代价的啊来关照大家，所以啊一定要好好的配合。空余时间多礼佛，多看经，千万不要说东说西、说是说非啊，那搞这个啊变成了一大堆的业障。212页。有什么不知道的就应当问师父和或者是师兄，不要怕丢面子，哎呀问了多没面子嘞，哎，自己啊擅自做主张，这是不可以的。只要知道吃而不知道修行，吃多了就难消化。以前呢罗状元呢知道自己啊职位高，不愁吃穿，容易堕落啊，富贵毕竟不能长久，因此啊就舍弃了他的职位而出家。他担心人家知道他的身份是状元，有一天他打杂开悟了，知道以前呢洗盘子打破了多少，赶快赔偿住啊。罗状元只没有我相，所以开悟了，值得我们的效法。人家一个状元啊打破几个盘子，通通要负因果，都要赔钱呢 是不是？哎呀啊，我们大概这里也很少有盘子被你打破，所以啊我们用的盘子都是铁做的啊，你要打破它没那么容易的，哎，没那么容易的，是不是啊？要是怕说那水灵头吼洗澡的时候鬼去给它带来，那就一定要好好背啊。啊，今天呢我们呢出家是要修行了脱生死，不是来享受的。修苦恨就是磨练我们的身心，能够使我们没有我相，没有贪嗔痴，达到身口意的清净。不要期望师父啊送东西来供养我们啊，有道心的人呢千万啊心不要放在说我们要依靠师父，我们只要努力来修行有道啊，有了成就，天龙八部就会拥护我们。今天我们能在这里啊衣食住啊衣住食具足的道场修行，更应当啊加倍努力修行啊，这因为刚好条件具足啊，你在这里啊修行，你看啊衣食住师父都帮你搞定了，那么你还不用功，那就对不起常住了。接下来做事要心甘情愿呐，才会开智慧。也就是说，顺境跟逆境为心所造。如果你把所谓的痛苦跟逆境当作是来消业障、增自己的福报的，你会很欢喜的接受的。现在的人和以前的人大不相同，以前的人的道心是十分，现在的人呐、道心才一分。啊，因为这个网络啊、科技啊发达，五欲六尘太多了，现在的修行啊大不简单。以前在大陆丛林呢，出家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刚出家，先在外面呢做苦工，做到某一个阶段再领执事。啊，出家是要修行啊，不必到外面去读书。佛学院所讲的啊，未必完全是佛学。
掺杂了一些社会学，接触久了心无法脱离俗世，不要着相，说我做了一些什么，我多么的伟大，我多么的了不起啊！要大家都尊敬你，不要这样想法。今天我们有这么好的修行道场，不要再去想外面哪个道场好，否则心就无法安定，即无法修行。诸位，能安定你的心的人，那个道场就是最好的道场，不再想，知道吧？能够让你法喜充满，能够安住你那一颗心的那个道场，就是最棒的道场。修行要扫除四相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啊，看到别人的缺点不要起分别心，应当先观察自己，人皆有佛性，我们是凡夫，男女众应分清楚，保持一个距离，以免障道。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既已得到人生，就应当好好的修行。六道中天人、阿修罗、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皆是人去做的，修得好往善道，修不好犯五戒堕恶道。人为何会受轮回？就因为有七情五欲太重了，被七情五欲所迷，整天就是为了财啊、色啊、名啊、食啊、睡烦恼，恶业也就这样造出来了。214页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即使生前家财万贯呢，死后也带不去，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不要再为这个身外之物啊浪费美好人生，趁早修行。有些人说吃斋人说吃斋话，若所有的人都出家，那这社会怎么办？假若人人都出家，我们皆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不是更好吗？我们只知道我们是父母生来的，可是在父母未生我们之前，我们本来的真正面目又是如何呢？死了又将归向哪里？我们既然闻了佛法，知道有位阿弥陀佛发了48大愿，只要念他名就接引我们到西方，他有这个愿，我们也要有这个往生西方的愿，我们要深信有个西方极乐世界，有位大慈大悲的阿弥陀佛，记住心念行，随时念佛，到临命终的时候我们有正念能念佛，阿弥陀佛即来接引我们。但是若还惦念娑婆世界的任何一争一吵，就要再受轮回。以前大陆丛林呢，只要有人犯错，知客师也不用多说，把你的姓名写在公布栏上，你自己看了就得走路。现在知客师说你两句了，你还会同他吵架，真是差得远。所以大家来到这里一定要守规矩。以前呢，饭菜都很简单，煮罗汉菜啊，而今讲究吃了，出家众比世俗人吃得好。以前在大陆丛林呢，道外参邪，东西乱放，才不管是谁的，一律没收啊。若想招回来，需求知客师，做事情要用头脑去思考，不要人家说这样，不要人家说这样做，就一成不变的去做，要有判断能力。否则岂不就同一只像傻狗，人家丢了一块石头，他不知丢的是什么东西就跟着去捡。要爱惜自植，有志的植不要糟蹋，要拿去烧，这也是一种美德。那拿笔的大博士说有学识但不见就有的吃，拿大笔的锄头的啊，就只要拿得稳一定不愁吃。做事要有耐心，擦洗环境干净，也同样把这颗心洗涤清净。所以啊，你在洗厕所其实就洗你那颗心，在洗厨房啊的灶哦，或者是碗盘，其实就是在你洗那颗心啊。如果你在除草，其实在除掉你内心的妄想。打佛七打佛三也是要除掉内心里面的妄想，要把我们这颗心呢 啊打得清清净净。边做事边念佛，不要放逸，不要让他意识跑走了，才能达到身口意清净。打妄想或者是烦恼的时候要赶快停止，继续念佛啊！如果妄想继续打，就不要去管它，还是要念佛，才不会退失道心。我们这个假体啊，难免有病苦，但这属于小病，有妄想贪嗔痴才是大病。
啊，有妄想我们还要继续轮回，生死就不能了。为了保持临命中的正念，我们平常就多服阿弥陀佛的药，否则啊，死将何去呢？反过来，216，身体就像房子一样会坏的，其实再怎么修补还是有破绽。我们要将这个假体放下，不要太爱惜它，毕竟它是幻化的，但我们要好好利用它修行。弘法利身不是口头上说的，只要修持得好，自然人家看得到，看到你就会起欢喜心、恭敬心。像我们穿得不好，染色衣，肯舍身去为常住工作，外面的人看到了也会感觉这些出家人很下心，很下心就是金刚心了啊，金刚心、金哈心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很感动人家的意思，自然就想供养我们，无形中让他们种福田，度了他们，这也是弘法利身。修行一定要在大丛林人多的地方，这样才会磨练出好的人才。若是一个两个人三四个人在一起，就没有磨练的机会了。修行是要在动中取静，不是静中取静，那功夫未到家。最好动静皆无挂碍，勇猛精进的修行，到了十一住都不需要了，再去闭关闭山闭关，这才有保障啊，有成就，否则容易着魔。两堂课诵要背熟并解其意，三皈依好好的去体会是否做得到。如皈依法，智慧如海，智慧怎么样才能够如海呢？就是人家点一下就知道，不是经书一箩筐，这毕竟不是自己的，行以外的经书看到的了解的，没看到的就不知道。所以念佛念到某一个程度呢，经藏自然在你的心中开大智慧。要是啊，还是要老实念佛才会开智慧。时日已过，命亦随减，如少随意，时有何乐？我们就像将要干枯池塘里的鱼，命已摧为一天一天的过，不知死后如何，常常警惕自己，不要有放逸的心，勇猛精进才能往生西方。智慧胜过神通，智慧能辨别啊是非，了生死，对任何事都能放得下，放下就是功夫。平常就对任何事没有挂碍，免得临命终的时候念头一起来就要继续去轮回。出家人要事无所求，心无所住，不可两人单独讲悄悄话，讲来讲去就结党分派。哎，男女众要分清楚，男众拿东西给女众，或者女众拿东西给男众，绝对不能直接传递到他手上。讲话的时候不能面对面，哎，而且要保持一段距离。218页，出了家就要有正念，有佛的种子，不要生出了家心跟世俗人一样，爱情爱别离苦都来了，到后来也没办法修行，想结婚也不是，进不进退也不对，出了家就要感到很庆幸没有走错路，好好的修持才能往生西方。只是人关心我们才骂我们，纠正我们的错误，这就是我们的善知识指导者，不要人家一骂烦恼就来了。不要着色相，讲究穿着，这样做也不是，那样也不是，舍不得弄脏，这就不能为常住工作，反而被他啊那件衣服渡走了。意思就是为了那件衣服怕这个肮脏反而不做常住的事情。出家的目的在了生死啊，不要再去追求外在的香味触法。不要以为出家几年了要当大法师了，要闭关啊，要闭山啊，修不到那种程度啊会出问题的，什么都需要啊，在所以啊功夫不到啊不能闭关闭山。那么怎样去闭关，到后来啊什么问题都出来了啊，因为不听人家的劝告。大器晚成，自己有了一点功夫的时候，不要想出名啊！年轻出名，慕名的人一多。如果自己定力不够，尤其人的情欲高涨，万一碰上了孽缘，是很危险的。所以啊，师父啊，还是
啊，告诉这些法师啊，无论如何啊，啊，跟在家居士一定要保持一个距离跟尊重。出家就是要舍身，人家怎么骂、怎么污秽、怎么侮辱都没有关系，弃掉我相才好修行。今天他批判我，他骂我，正好让我除掉我相、人相。娑婆世界有众生，就有菩萨的存在。如果没有，如果已经没有众生的菩萨，也就没了。男女众要分清楚，即使活到了100岁也如此，除非已经开悟正果有定力了，否则容易出毛病。修行谈何容易呢？要想当一个修行人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现在我们呢，只能说啊，做苦工啊，苦修而已。我们呢，贪嗔痴慢一样没有断，现在只是磨练我们的心智，等断了这些，那才入道。我像一块桥板，丢帮了啊！我先走了这段路，铺了这个桥板让你们走。我不敢说我教你们，那这广钦老和尚还是如此的谦虚，这一点大家要学学广钦老和尚，是吧？我不敢说我在教你们，那只是以我的出家过程经验告诉你们，互相研究而已。你看啊，一个广钦老和尚是多么的有心性，还是这么的谦虚。接下来啊，夸我们的、赞叹我们的，那不一定是我们的名师；反过来骂我们的，不管对与错，与否，这才是真正的名师。因为他让你啊，他造了恶业来成就你的道业，刺激我们的时候，就是在成就我们。当我们受到刺激的时候，总会想：这么瞧不起我，我就做给你看，我再认真的修行，拿出这个志气来，成就已在望。修行就是要吃亏才会有进步，人命无常啊，一口气不来人生就完了，赶快勇猛精进呢、啊、目放逸，多念佛是当务之急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就开始到这个啊，晚上8点呢师父再来讲啊，这个印光大师经法录。诸位，一般的人啊，一般的道场啊，他都不开示这个。一般的道场来就是拼阿弥陀阿弥陀地之乡啊、哦，开示也时间也是很短。但是师父认为这样受益不大，知道吧？你一定要有解跟有行，你才提得起正念。所以师父不厌其烦的告诉你，这个要解行要并进，那这是我们一般打佛七不一样。打佛山不一样，与其他的道场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增加了这个下午2点到2点40分的诵戒的时间，正是因为如此啊，让大家这一辈子啊，这3天呢、啊，改变你一生一世啊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把现场呢啊，就交给法师啊，晚上呢8点师父会来开示。